这边的话是广东电白县，海边的一个乡镇。你看这海边的这个乡镇很发达，非常的热闹。好多人啊，这么多骑摩托车的。这镇上的这一条街道都非常的长啊，这边一直下去，跑到那边海边去了。等一下去那海边看一下。这边的人都喜欢骑摩托车。电动车，哇，前面还有一个古城啊。居然一个古城啊，这个小镇上。钟鼓楼啊，钟鼓楼，一个城墙洞。没想到这个小镇还有一个那个古城墙，城墙门是吧，还有一点点古迹，非常的热闹。这个小镇你看，从城墙门这边转过来很多人啊，那一头也很多人，这一头也是很多人。这个小镇的话比一些内地的那些小县城还热闹。海里面打了鱼，这里面是一个市场，菜市场。
哇，这市场这边贴了那么多字。贴的什么字？粽子的，这边原来是一个粽子。粽子是古建筑。哎呀，水侵犯我破坏粽子，就是菜族的仇人，菜族的粽子。看一下，变卖我主子。嗯，原来这个粽子被变卖了，然后当地人可能不愿意卖。你看一下，有历史，有还有现在文化遗产不可炸伤。这是说的很好，但是现在的人为了钱，什么不可以拆掉啊？是吧？什么也可以拆光啊？你想一想。你看一下我身后这个粽子呢，贴了很多那个标语，可能又是跟开发商那个打官司的吧？你粽子旁边是一个老的商业街。商业街那么老。两边都是卖衣服的。都是卖衣服鞋子的。这个小镇真的是很繁荣啊，你看一下卖衣服的人那么多。理发一二，好的。算命先生，算命的小巷。很多算命的在小巷里面，看一下。这老人家卖的什么？糖啊。
现在广东这边的话，对疫情的话都是躺平的嘛，是吧？这广东上的很多人在那边打牌。大部分，大部分都是老人家。嗯，都很大牌的。都是打牌的。听表仔，他鼓妈妈咪咪听，岁岁女女听，就鼓妈妈咪咪听，岁岁女女听。这边是熊猫启示，一只猫就跑掉了，你看一下。然后上面的是行人启示，嗯，走失掉了，是吧？你看人走失掉了的话，还要自己去找了，监控都没鸟用，是的，我早就说了这。你摩托车丢失了，车子丢失了，还有人失踪了的话，监控就失灵了。